香着呢，真香！来，孩子们吃吧。哎，小心鸡骨头啊，别噎着卡着的。婉香，我给你挑块大的啊。哎，这块好，这块好。来，这块给你。我是啊，好几年没吃这玩意儿了。你有酒吗？酒？啊？得喝酒，得喝酒。 临行喝马一碗酒，浑身都是。哎呀，慢点吃，慢点吃，有点吃相行不？别卡着了啊！来，爪子给妈吃，妈爱吃鸡爪子啊。满香，我呀平时不喝酒，这是人送的，好几年了都没开过。太好了，来，咱们满上。 孩子们睡那屋，这是咱俩的炕。那怎么行啊？咱还没结婚呢，怎么可以睡一块儿啊？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？那也不行。再说，我还没定下来呢。啥没定下来啊？我要是嫁给你，能过上好日子吗？那你担啥心呢？我可是一大家子人呐。我养得起。拿什么养啊？ 我会看病啊！你想，只要有人生病，我就能赚着钱。哎，咱远了不比啊，这全公社论吃论穿，有几个人能比得上我的？你就吹吧。吹啥呀我？哎，我存的那些钱，哎，肯定够不着你们。你有多少钱呢？ 咱俩成了夫妻，满香，你就全知道了。哎呀，你干啥呀？别让孩子再看见。是他玩的没？哎呀！报告，连长找我。 你还知道回来啊？这话咋说呢？我不回来，我去哪儿啊？连队是我家。知道找你干啥吗？知道。你说说。我去找小雪，没跟连队请假，这事怪我。就当时走得太急了，没顾上。这不我一回来就向您汇报来了吗？狼都归我告诉你，你擅自离开自己战斗的岗位，你要做出深刻的检查。 光检查还没用，我还得扣你工资。那不行，扣工资啥玩意儿啊？我耽误的工我可以补回来吗？你再说了，你不知道我去找小雪花不少钱，你想想车票、住店、吃饭，这不都是钱吗？临了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人家了，我现在浑身上下就3毛钱，你说你扣了我工资，我跟小雪咋办？啊？ 要不我带着小雪上你家吃去？你威胁我？没有。满香，啊，哎呦，满香，大乔，二爷老哥子，快出来看看啊！看看看看，哎，这是什么？鱼，好大的鱼呀！鲤鱼，3斤多呢。真是不小。哎呀，我呀，刚才买鱼的时候啊。 这公社的人说，你看看人家田大夫家那伙食，不是。
是鸡就是鱼啊，提前过上共产主义生活了。刚吃两顿就共产主义了？那可不，拿锅里泡水里啊。待会儿妈呀给你们做新鲜的吃。好嘞。婉香，我刚才跟书记可打招呼了。啥招呼啊？咱俩的事儿呗。哎，书记说了，说只要你有情我有意，他马上给咱们登记。你不知道啊，他欠我人情，我救他老娘的命呢。哎，这样，那个我让他呀，把你们的户口都迁来，这样孩子长大了当社员挣工分，一辈子不愁。我可不想让我的孩子干一辈子农民，在土里刨食儿有啥出息啊？那也行啊，那跟我学手艺吧，走遍天下饿不着啊。谁知道他们爱学不爱学呀？满江，你放心。我会疼他们的。满香，这两天咱们就把喜事办了吧。急啥呀？我给你做饭去啊。满香，你别打岔了。看什么呢？你说这郎德贵会不会真来咱家吃饭啊？他都写了检查了，你就别扣他工资了。他拉扯个孩子也不容易，啊？不是，这咋了？这是，是不是他又找你求情来了？没有啊，我就是觉得你做人做事儿该留个余地。啥余地不余地的？我这是按规矩办事儿，这工资该扣就得扣。你这是打击报复。谁打击报复？我就是不喜欢他，咋的？那还是打击报复。你爱咋说咋说吧你。你这人怎么？不是，我人咋了？不是，咱把话说清楚了，是不是我看不惯兰德贵，你就看不惯我？我不跟你吵架，你愿意吃这饭就吃，不吃啊我就收了。哎，别，我吃。林副连长啊。你看，这胡搅蛮缠的真来了！哎，你干嘛呀你？来了来了！啊，德贵呀！林浩在吗？嗯，不在。不在。嗯。那我等等他呗。嗯，那好吧。吃饭呢？啊，吃到一半，连部把他叫走了。哦，呵呵，哎，小雪，咱们看看他们家吃啥呢？哦，哎呀妈呀，大白馒头炒鸡蛋！哎呀，小雪最爱吃炒鸡蛋了，对不对？你给拿个碗呗。哎，嗯，哎，好啊，走，好吃的。好，哎，拿着筷子，小雪，哎。往前点，自己吃啊，你吃。哎，这夹菜吃，夹菜吃。哎，没事啊，马阿姨又不是外人，啊，吃吧。你别站着，坐下呗。哦。啊，坐下。正好啊，今天林浩不在家啊，咱把这么多年压在心里的话，好好的说的说。自打你嫁给他，我这心里面啊就不好受啊，就难受啊，我晚上我都睡不着觉，你知道吧？你呢？你别不说话呀。哦，你不说话，说明你心里面其实也特难受，我知道啊。哎。我送你那笔记本呢？你没丢吧？反正你送给我那个，我一直都留着呢。我天天都翻开看，那上面写的呀，送给我最最最最
醉啥醉？啊，谁说我没在家？哎呀，这副连长，你是回来了？杨德贵，你少跟我扯，你还好意思提笔记本？你知道因为笔记本我俩……我不提，你能出来吗？小雪吃啊，嗯，郎德贵啊，你这招可够缺德的你啊！啊，你扣我工资，你不缺德啊？那什么，我这抱着小雪大黑天的跑你家来，我是过不下去了，我也挺不容易的，嗯，都没吃饭呢。你小雪，你还想吃点啥？他家啥都有，想吃啥就跟他们说啊。我想吃肉。想吃肉哈？那给做个肉呗。哎。我去给做啊！哎，不是，郎德贵，你还真好意思坐下了啊？那过不下去了吗？那，哎呀，林浩，你跟一个孩子较什么劲呀？是啊，小雪，阿姨给你坐下啊。谢谢阿姨。谢谢阿姨。哎。哎呀，副连长，我是真没法子，你把我工资扣了，我这日子就没法过了。要不？我跟你说说，明天中午我们俩吃点啥啊？小雪，你说。我还要吃肉。明天中午也想吃肉啊？啊！别，咋的？明天还来？那可不咋的，那过不下去了嘛！你，你可真够无赖的啊！行，我回头跟会计说，下月不扣你工资了。下月不扣了？那这个月咋办啊？给你补上！哎呀妈呀，太仁义了！哎，来，快，谢谢叔叔，谢谢叔叔，哎，谢谢叔叔，谢谢副连长。那走了，小雪，哎，把筷子给人放下。哎，好嘞。哎，不吃肉了？吃完了来的。你这多无赖呢！吃了好多鸡蛋，爸爸，我还想吃肉。嗯，爸爸发了工资，给你买肉吃啊。好。几家女人能戴银戒指啊？等你以后挣了钱呢，给我换个金的啊！好，一定换，一定换。哥，你睡着了吗？没有。姐，你呢？我睡不着。我也睡不着。哥，你说咱妈干嘛要嫁给那个姓田的？他长得一点都不好看，还不如狼叔叔呢。狼叔不是不喜欢他吗？狼叔要是喜欢他，咱也不用上这儿来了。还有，记住，他不是咱妈。可他现在是。现在也不是，他是咱后妈。咱亲妈已经死了。后妈总比没妈好，她还能管着咱们。等我以后挣了钱，我管你们。哥，你什么时候能挣到钱啊？
用，吃啥药都没用。他们骗人，骗咱的钱。我算完了，这辈子也没指望了，吃啥药也治不了我这废腿了。把药喝了。我不喝，啥药也不喝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个败家娘们儿，以后不许再给我买药。我再去给你熬一碗。滚！林志，你咋来了？那个小雪找回来了，这事儿多亏了你了。这瓜送给你，当成是我的谢意。啊，找着就好。这么多年，你也守活寡守了这么多年，委屈你了。说这些干啥呀？这么多年来，你想过没有？想啥？你别跟我装了，实话告诉我，想过没有？不想。说实话。不想，看着我的眼睛说实话。不想，我想。我是个废物，生不如死。双柱，咱不说了。啊，我说的是实话。没事，爸爸歇会儿就好了。啊，
雪？怎么了？马阿姨，你快去看看我爸爸吧。你爸爸怎么了？我不知道。瑞雪，以后记住了啊，不许你大晚上的往外边跑，万一要碰着坏人怎么办？我想救爸爸。我知道，乖，小雪乖，爸爸没事。今天呀，真是多亏了小雪这孩子了。这孩子是懂事儿，他是我的命根子。我要是有这么个孩子，我也把他当命根子。这玩意儿多长时间啊？哦，这一瓶得打2个小时，今天晚上您得打2瓶。哟，那这大半夜的，那你们家那口子还不得有意见？嗨，他习惯了，你又不是第一个半夜生病的。嗯，你也去休息。我要是走了，谁给你换药啊？谢谢马阿姨。哎，小雪乖，不用谢。来来，小雪，来跟爸爸躺一块儿。什么人？哎，别慌，别慌，是我。哎，林副连长，这大半夜的，你在这趴着窗户看啥呢？我丽云值班，我过来看看她。丽云姐又有病人啊？你对丽云姐可真好，这么晚了还过来陪她。哎呀，这夫妻嘛，就要相互关心，相互爱护。那你在外边站着干嘛？还不快进去！啊，我看他正忙着呢，我就不影响他工作了。这样，你们也快去忙吧。啊，那我们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提高警惕，严防劫机敌人搞破坏。是。去吧。您好。你来干嘛呀？啊，我来查岗，顺便来看看郎德贵。郎德贵怎么样了？他好些了，正打点滴呢。哦，今天晚上我可能回不去了。啥？要不你进去看看他？不用了，他没事就行。啊，那你忙吧，我去别地儿再转转。现在备战工作挺紧张的，不用管我了，你快忙吧。玉珍，干啥玩意儿呢？要搭把手吗？这小媳妇真能干。你看他院子收拾的里里外真干净。瘪犊子拴住了，哪修来这么好的福气？这小媳妇要给我也多好啊，可惜了。摸一下，啊，好多了。
你回去啊，记得吃药，有什么事儿再过来找我。不都好了吗？还吃啥药啊？当然得吃了，那要是复发了，得了肺炎，那可咋办？还有啊，你以后干活要多穿点衣服，别把自己再当20多岁小伙了。啥小伙？都小老头了。谢谢啊。那你也回去休息呗，一晚上没睡了。没事儿。哦，对了，你记得要按时吃药，可别忘了。我忘了跟郎德贵说了。说啥？他这两天病了。应该让他多喝点粥啊什么的。我说马丽云，你犯得着犯不着啊？他郎德贵生个小毛病，你看你跟丢了魂似的，你至于吗？林浩，我是个医生，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。甭说他郎德贵了，换了咱连谁病了，我不一样照管着。不一样？咋不一样啊？你敢说都一样吗？行了行了，吵多少回了，你不嫌烦，我还嫌累。马丽云，马丽云，你就不想让我过两天安生日子是不是？哎，玉儿啊。爸。干啥去啊？郎德贵家。啥玩意儿？郎德贵家？你咋还跟他扯不清楚啊？哎呀，你嚷嚷什么呀？郎德贵病了，我给他瞧病去。瞧病？瞧病？为啥不到那卫生所呀？你跑他家干啥去了？我有事跟他叮嘱。你咋跟那林浩一个样呢？你注意自己的影响，别跟那郎德贵走太近了。哎呀！林浩啊，来，喝点水，消消气儿。丽云呐，就这个脾气，没坏心眼儿，他也绝对不会有别的想法。往后啊，你好好管着他，我支持你。爸，这不是你支不支持我的事儿。你说丽云那样，我管了，他听吗？我能管得了他吗？怪我，都怪我，他妈死得早，我从小把他给宠坏了，没把他管教好。没管教好？没管教好，你把他叫我干啥？耶，哈，你这是咋说话呢？哦，你们俩闹矛盾，我好心帮着你想辙，你倒怪起我来了，我还不都是为你好啊？你得了吧你，你还是为我好，你这分明是替李云说话呢。这丽云还没啥想法，她还想咋的呀？她啊，你就是胳膊肘向着你闺女，你还能向着我啊？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，你咋不从你自己身上找找问题啊？我是连长，我能有啥问题啊？行，你没问题，你没问题，往后你俩爱咋咋地，跟我呀没账。爸爸，擦把脸吧。哎，哎呀，小雪，小雪乖啊，乖。马阿姨好。哎，小雪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这家里边这乱的也没收拾收拾你。好多年没上你家来了。啊，可不是吗？哎呦，我们家这一年一个变化啊。你饭吃了吗？没吃呢，这不要去做吗？哎哎哎，郎德贵，你歇着，我给你做去啊！哎，不行，歇着吧。这林副连长知道了，这不行。哎，马丽云，那你，哎，怎么了？今天咱们有饭吃了，马阿姨真好。
没有。又没打着。就怪你俩，在那瞎闹什么呀？这鸟一看见人就飞了。我们俩一直都没出来，就在树后头躲着呢。就是，你自己没瞄准，你还怪我们。哥，你别怨老疙瘩，他就是给饿着了。饿着有啥办法呀？那也得等打着鸟才有的吃。这田大夫不是啥好东西，整天吹牛说自己有钱，还没给咱吃饱过。还不如在狼叔叔家呢。别提那个姓狼的，咱们继续打鸟。哎，我这儿哪有吃的？在哪？跟我来。老疙瘩，看你脏的，走，进屋洗手去。这哪是草药啊，这就是草。扔了扔了，回去。哎，田伯伯，能不能教教我怎么认识这个草药啊？这样我就可以多帮你采点草药了。还是二丫懂事啊，不白吃白喝的。好，你看啊，这个呢叫松塔。是长在松树上。哥，好吃不？苦吧。哥，能吃不？苦吧。是药啊，能瞎吃吗？往后再吃死喽。那不是药，是山楂，好吃。你听听，你听听，还好吃？你还真会挑砖挑山楂吃，那其他瓶怎么都吃了呀？苦的。吃了？你怎么逮什么吃什么呀？你们，那可都是药啊，吃死了我不管。听见了？别老是逮着什么吃什么啊，别老那么馋。我们吃不饱，我们饿。你们还吃不饱啊？你们吃多少才算饱啊？咱家每天熬一大锅粥，蒸一地窝头的，还吃不饱？那是吃不饱。那山楂是开胃的，越吃越饿。我得有多少粮食供你们呀？照这么吃，非把吃穷了不可。谁叫你让我们来的？我们还不想来呢。你说什么？有他这么说话的吗？忘恩负义，这白眼狼！你吃我的，喝我的，连偷带拿的，带来去什么东西？你骂谁呢？什么东西不东西啊？不就吃你两片山楂吗？怎么了？跟掏了你的心窝似的。我还想吃两片呢。你们还有吗？来，让蚂蚁尝尝。没了，都吃了。妈，我还饿。饿，我成天喊饿。今儿晚上你们在外头待着，不许吃饭。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偷吃我东西。今天他说这东西越吃越饿，他骗咱们，吃了再说吧，饿了再想办法。哥，咱今天把那姓田的气得够呛，他连晚饭都不让咱们吃了。明天咱再拿他个大东西，叫他不给咱饭吃。
咱气死他。哥，啥大东西？打赏你们就知道了。小雪，咱们收起来睡觉吧。爸爸，他们真的不回来了吗？谁呀？哥哥姐姐他们。小雪是想他们了。那赶明儿爸爸带着小雪去看看他们，好吗？好啊，好啊。那好，睡觉吧。爸爸不高兴，爸爸今天一天都不高兴，一直都没笑过。爸爸能有啥不高兴？啊！来，小雪听话，帮爸爸搬桌子。哎，使劲，一二三，好。二丫，你咋还没吃完呢？你，我吃不下了。老八的，要不你吃？我也吃不下了。要不你先放我这吧。怎么样？我说了吧，这东西值钱的呢。哥，看这东西也不像啥值钱的，怎么能买这么多好吃的？你懂啥？这东西好着呢。哎，对了。我告诉你俩，这事儿你俩谁都不许说，谁要是说出去，我撕烂他的嘴。不说，我们谁都不说。哎，你俩今儿怎么净喝粥啊？来，吃点干的，来拿着。二丫，老疙瘩，来，吃饱了啊。咋了这是啊？今儿怎么都不饿呀？啊？你们是不是又在外头偷吃啥了吧？啊，没有。老疙瘩，你最听话，你告诉我，你们仨今儿在外头偷吃啥了啊？哥，你说。我们啥都没吃。哎，老疙瘩，你这手里老攥一什么呀？让我看看。听见没有？让我看看。这是糖啊，哪来的糖啊？啊，哪来的？我们买的。买的？哪来的钱呀？你们，你们是不是又偷我什么东西了吧？我没偷。别说的那么难听，什么偷啊抢的呀？不是，你问问他们啊，他们哪来的钱？这是我们卖废铁挣的钱。哪来的废铁？捡的。哪儿捡的？地沟里。那我问你，废铁多少钱一斤？八分。胡说，一毛一。你准又偷我东西了，我跟你说啊，偷什么了？你们说呀，老疙瘩，你告诉我，他们俩都偷什么了啊？说呀！你干嘛那么凶啊？你再吓着孩子了。那行，那你不凶，你问问他，你问问他啊。老疙瘩，你跟妈说，你们从家里拿东西了吗？啊？你跟妈说实话，妈不打你也不骂你啊。你看你哥干嘛呀？跟妈说，拿了根小干萝卜。啊，就拿了根小干萝卜呀？哎呦，多大的事儿啊！哎，瞧你鸡翅白脸的，怎么了呀？来来来来，好好吃饭吃饭啊！什么小干萝卜啊？这里东西呢？嗯，是不是你们拿的？你们这么卖的那个小干萝卜，是不是就从这里拿的？啊？说呀，说呀，是不是你们干的？啊？你干的？啊？我都打死你！东西是我拿的，你要打就打我。我小混蛋，我打死你！你干嘛打
人呢你啊！破人参，你就跟孩子动手啊你啊！你要冲冲我来！破人参，我告诉你，这根大人参是公社存，我这存了十几年了，你知道它多少钱吗？这多少钱呢？好几百呢。好几百呢？你们说，那人参你卖了多少钱？五块钱。才卖五块钱呢啊！那几百块钱东西只卖五块钱，你们是